我是凯莉。今天凯莉要给大家带来的玩具是，森贝尔家族天空冒险船之巧克力兔家族。那现在跟着凯莉一起玩吧。闺女啊，赶紧上车吧，我们要出发了。来了来了，可是爸爸为什么让我提着行李呢？好重呀，爸爸，你们就不能帮我一下吗？可是爸爸，我坐哪儿呀？你们都把位子给坐好了。来来来，坐我跟妈妈的中间。好吧。哎呦呦呦呦，这边实在是太矮了，让我进来。好了，爸爸，我已经坐好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出发了，走喽。爸爸爸爸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呢？我们急急慌慌的把行李拿上来，还不知道去哪儿。我没有告诉你们，其实呢，我临时决定我们要去松鼠家族，今天他们那边有野餐，所以呢，我们快点出发吧。爸爸，快，前面是什么？刮大风了，爸爸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觉得我们的车是可以的。孩子的爸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呀？孩子们，你们没事吗？妈妈，吓死我了！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我只看到前面有大风，没想到我们这样这么快就掉下来了。爸爸不是说这车很结实的吗？爸爸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呀，我的老腰哎！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女儿，没事，爸爸。爸爸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车明明前两天我才修的，为什么今天就这么不抗风呢？看来这车实在是不能用了，太危险了。我的儿子呢？爸爸爸爸爸爸，可是这是哪儿呢？说好的我们要去松鼠家族，可是我们的车也坏了，现在没法走了呀。让爸爸想想啊。那既然我们都已经来了这儿的话，那我们就在这儿吃吧。我觉得这块环境也不错，空气也不错。可是爸爸，我们的行李呢？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爸爸，那行李也找到了，我们就在这儿吃吗？哎呦，没事儿，儿子，咱们不是很安全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先野餐，野餐完了再想办法。好吧，爸爸。那我先坐着，我的老腰实在是刚才闪了一下，太痛了，我先坐下来。来吧，我美丽的妻子坐在我的旁边，我们一起等着小贝给我们准备我们的野餐。哎，来了，我准备的行李。哇，哪里传来的味道呀？好好吃的味道。在哪儿呢？你们是谁？你是谁呀？我才想问你们呢，你们是谁呀？这是我们的家族。你们的家族呀？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我们是被一阵大风吹了过来，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开始了野餐。那有没有打扰到你呢？虽然没有打扰到我，可是刚才我闻到了一股非常好闻的味道，好像是从你们这儿散发出来的，我就想来看一下是什么。你们这是什么呀？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是我们野餐的东西，你要来一起吃吗？真的可以吗？真的可以。那我就尝一口。好像吃的有点多。好吧。谁让你这么大呢？爸爸，这是我辛辛苦苦带过来的东西，怎么就被他一下子吃掉了呢？我们的车也走不了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实在是对不起，我的
的食量实在是太大了，你们这个只够我吃一口，我还没有饱。那要不然这样吧，因为我把你们的东西都吃掉了，我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呢？哦，那这样吧，你可以帮我们修车吗？我们的车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去修。啊，可以。你说的是那辆车吗？好像没有很大哎，我来。嘿，嘿，整理整理。这边好像也没有问题。哦，那我们来试一下。女儿儿子，你们先上车。好的，爸爸。我要坐这儿。哼，我也来了。嘿，嘿。哎呀，你们一群人啦，只想着坐车，你们忘了什么呢？啊，我忘记我们的行李了。哎，没事啦，那我来收拾一下吧。儿子，你可不可以往中间再走一点呢？好的。哎，啊，等一下，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们，等我一下哦。嘿咻嘿咻，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这边的特产，你们把这个带走，为了补偿我刚才把你们所有的食物都吃掉。啊，这么大一个香蕉，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呢。这要放在哪儿呢？那这样，我帮你们把香蕉放在最上面。嘿，嘿，好啦，那要不要我帮你们一把呢？一二三，走你！啊，爸爸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家喽！哦，我们可以吃这个香蕉吃一年，好开心啊，是不是，孩子们？哈哈哈哈哈！今天凯莉给大家带来的玩具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好玩吗？那下一次凯莉会带着更多好玩的玩具回来，记得订阅我们哦。